Hello，各位同学，大家晚安。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我的声音还清楚吗？好像有点断断续续，是不是？Hello，Hello。到好，我自己觉得有点断断续续，你们听会吗？不会啊。OK，因为我用两个画面哦。我一个画面是清楚，一个画面好像有点模糊。好，那如果那个声音或画面呢，有什么不清楚的，你们再随时跟我说哦。大家晚安，大家晚安。Hello 啊，我忘记戴眼镜。我其实有近视啦，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很，有回音是不是？声音 OK，好，大家晚安哦。有看到很多新朋友哎，太开心了！大家晚安，晚上好哦。我的那个画面哦，如果有不清楚的，你们跟我说哦，那我会把画面把它做一下矫正哦。好，我们今天呢？画的作品啊，会是这张那个示范画面不清楚。好，等我一下哈。好，那我等一下哈，我把这个整理一下。这样有没有比较好？这样 OK 吗？这样可以吗？要静音哦，我有静音诶。好很多吗？好，因为我很久没直播了，我刚刚提早在测试这些东西，但是还是要正式上线看那个网络状况，有时候网络会比较延缓一点点哦。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作品哦，因为有很多新的朋友来。那这一幅呢，是等一下我会示范的作品啊。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其他的最近的一些粉彩作品哦。我觉得我每一个时期的风格跟创作方式会不太一样哦，然后包含创作的主题啊，我想要画的东西啊。
现在有听到我声音吗？我刚刚好像断线了，现在不知道听不听得到你们声音。你们有看得到吗？真伤脑筋，稍等我一下下哦。有听到我声音吗？画面蒙了，等一下，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对啊，画面为什么这么模糊啊？Out of focus。声音有，我刚刚有在一个地方设定诶，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它在哪里。啊，我找到了，Sorry 哦。所以现在我的声音都是清楚的哦。抱歉哦，我太久没直播了，我都已经忘记它的功能。好，现在 OK 了齁。我把另外一个画面切掉了耶。好，好，太好了，现在都正常了。好，那我继续讲作品咯。好，我就说我的每一个时期哦，一些我的创作风格跟我想要创作的主题哦，其实都会不太一样。那我的习惯是我的画画的方式我比较随性自由，所以有一些好玩可爱的主题其实我也都会画哦。或是像之前我也画了很多关于植物的作品，还有一些关于食物，就是一些什么饮料啊甜点啊这样子的作品哦。这也是我很喜欢画的东西，有时候想要画一些自己喜欢的。然后这个是我有我自己的一些情感在里面。在画这一幅的时候是我觉得有人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要做沉淀也好哦，尤其是我们在做一些艺术创作的时候常常会需要很多灵感哦。那有时候灵感好像稍纵即逝，那又觉得说诶，他好像有的时候会很容易出现，有的时候不容易哦。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像是在游泳的一只鱼，然后在一半的海里面。然后有时候我有灵感的时候，我灵感就很像是气球，它也许会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哦。然后这一幅是雨天，因为前阵子台湾很常下雨，我住在新店，所以我们这边很容易下雨。有时候台北晴天哦，新店也还是会下雨。然后那时候已经下了好几天，好几天，我就跟我自己说说，如果是每天都下雨的话，那就带一把美丽的伞好了哦，就不要那么觉得雨天很讨厌，也可以带一把漂亮的伞出门哦。些猫咪的饮料的，还有这个是猫小姐，猫小姐的系列其实我画了蛮多张的哦。那我很喜欢这一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一幅的猫小姐，她有她的情绪在里面。她虽然说她身边买了很多她很喜欢的东西哦，然后在一个漂亮的百货公司里面啊，但是你看她的表情啊，其实好像并没有很开心哦。所以，有时候人呢，追求物质当中哦，也应该要多注意自己。其他方面，像内心的声音也好哦，有时候可能物质也不一定能够填满所有的自己所需要的部分哦。所以我觉得，可以透过像画画呀、看书啊、听音乐啊，或是找你喜欢的事情来做哦，
可以让心情有一个抒发，生活有个重心啊，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哦。好，然后还有一些这种什么，这个是之前画的冰品，然后这个是圣诞节的作品。那我有也画了一些比较清新简约的作品哦，像这个，那有一些是用色铅笔或者是一些珠光笔来帮忙做写字哦，所以会有一些不同的效果。像这个小小的点哦，就是用一些亮亮的这种珠光笔来做一些其他的效果呈现哦。所以我觉得粉彩它很好玩的是，就是它可以跟很多很多其他媒材来做配合，而且它非常的好上手哦，它不需要很多大大小小的画笔啊。哦，很多其他溶剂的配合哦，只要是有粉彩的颜色，跟你的手指头啊，再搭配一些简单的工具哦，其实就可以很随心所欲的来创造很多很多的作品哦。这个是，其实有些作品看起来很多东西，但是其实它不复杂哦，就是稍微花一点时间哦，就是。可以很容易的去完成的哦。还有是这个，这幅是出发。然后这一幅是猫皇后，猫皇后的爱情。你们有比较喜欢哪一张吗？还是对哪一张印象比较深刻？还是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对哪一张作品觉得特别的，有一些想法还是什么？喜欢出发哦，喜欢猫咪。出发这张作品很多人喜欢呢，这张，可能是它颜色很可爱哦，然后也有一些希望的感觉哦。喜欢冰品啊，慧玲好哦，慧玲好久不见，谢谢你们哦。HUIJU 是慧君吗？慧君吗？好漂亮，谢谢你哦。哼哼，奇雅也喜欢出发哦。对呀，这个小人他是用色铅笔画的，哦，所以。每一个同学画出来都会不一样，因为有的人喜欢画。小男生啊，小女生啊，还有人会帮他的这个小主角戴围巾啊，哦，画长长的辫子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创意风格，所以每个人的作品绝对不会是一样的哦。刚刚对焦一下，现在比较清楚。我之前有画了女生，哦，慧茹啊，慧茹好哦。然后这个天空的部分也都是可以让大家有一些发挥哦。我的课程中我都会跟同学说，你们可以做你们喜欢的配色哦，不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样，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嘛。所以我会告诉他们说，哦，也许是在这里啊，或是这边可以有带一些深色，或是带一些渐层。那其他整体的色系来讲呢，都可以。照自己喜欢的来做配色哦，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是每个人真正喜欢的作品哦。那每个人画出来都不会是一样的，包含这个金鱼的大小啊，这些泡泡的大小、颜色分布，好，甚至这些小小配件的创意哦，有些人喜欢用小圈圈啊，有些人放星星、放爱心都是可以的哦。好，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就画了这个。这种可爱的过年气氛，还有这个很多钱的嘛，金元宝，大家那种很福气的感觉，这样钱要满出来了，这样。好，以上呢就是我大概近期的一些创作作品哦。慧茹说：“老很有气质，谢谢你耶。”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现在要进入课程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
大家都有买到蛋吗？现在台湾很缺蛋哦，因为有些朋友是香港或是澳门之类，所以可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画这张，因为台湾最近缺蛋，缺得很厉害哦，所以有些地方买不到蛋，或者是蛋比较贵之类的哦。所以我那天吃了我们家冰箱里面最后几颗蛋哦，我就想说。看着他要把它画下来好了。好，来，同学，如果你们要跟着画哦，你们可以把你们工具拿出来喽。好，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哦，1盒99高级蛋是不是？现在的蛋都是高级蛋。好，这个是我在画这张时候的原始的这个型板哦。那我觉得因为。蛋它其实是不是很，要怎么讲？它是有点不规则的嘛，哈、哦。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不用很规则的去画它这个框。那即使你画好框之后，你在切割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要 follow 这个线到100%。你看我这边线，其实当初是画到这里，但是我后来觉得它这也太窄了，所以我在割的时候，我就顺着我手的感觉，我就是这样子把它割下来，割下来。好，那中间它我们会留一个蛋黄的位置嘛，哈，所以这个型板的绘制是这样。好，那我的纸张比较小，我的纸张我是画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纸张上面，这个纸张上面，所以我的这个蛋的形它其实没有很大。那如果你想要画大一点，你当然就是把纸张放大哦。那我来讲解一下这个整体的颜色哦，跟构图哦。那你们当中有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随时打字给我哈、哦，我会看得到，我会回复大家。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外围的部分哦，因为这个比较细哦，细线的部分，我会搭配那个油性的色铅笔哦。油性的色铅笔，它的着色，我觉得颜色会比较。鲜艳一些些，哦，所以你们在买色铅笔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搭配油性的彩色铅笔哦，来做绘制哦。那中间的部分，蛋黄跟旁边这个蛋的这个阴影的这个感觉哦，全部都是用粉彩画出来的。那稍后我会示范怎么样来做进行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蛋黄的这个。立体的呈现哦，因为一个东西我们要做立体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注意它的光源的位置哦。我们要先设定个光源，譬如说我的亮点光源是在这里，这边这边，从这里过来，这个位置过来，好，所以我的亮都在这里，那我的暗就势必是在它的对角。好，那蛋黄下面我们会再加一点阴影，让它整体。更有 3D 的感觉，更立体的感觉哦。因为如果少了这个阴影，它其实还是会比较平面一点点。好，那如果你加了一点阴影之后，它其实会比较感觉会比较再立体、细致一些些。好，那包含这个蛋整体的这个周边，我也都有加了一些阴影，好让它看起来比较立体一点。好，所以就是要注意光源跟它的。明暗中间的对比哦，那再来就是蛋的这个颜色的呈现哦。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你们的这个蛋的框框哦，我们先把它放起来。好，我放在这边，这里。一开始我是会先用一个纯白色，纯白色，我先将这个画面先打一层白。手指头把它推匀，好，然后再来，我会开始进行这个蛋黄的部分。这个蛋黄呢，我会先从这个
黄色哦，刚刚忘记放名片，放下。啊，黄色的，我会用这几支。这几支我都会用到，好，用的多寡就是看你要把你的蛋做怎么样子的呈现哦。好，先放旁边。好，我先从最浅的这个黄色开始。好，这个黄色我把它先全部放在这个蛋黄的底色中间这里。画面都清楚吗？有什么问题你们随时跟我讲哈。好，然后慢慢加它的颜色。好，一样哦，我的光源一样在左上哦，所以我的暗是在右下。好，我的这个黄，我都先把它放在左下方。好，来慢慢加它的颜色。有的时候像这种比较，这是软式的哦，我都会小范围的部分，我就是手指头直接涂了哦。把这个粉清一下。好，慢慢的去加深它那个橘红色的感觉。哦，这就是比较橘红色。好，边缘的部分照顾一下哈，左边左上就轻轻的带一下。好，慢慢把颜色叠上去。啊，有时候我们这样看会觉得颜色其实不太准哦。我们要把这个型板要稍微拿起来一下，你才会看得到整体的颜色。好，顺便把那个鱼粉哦，把它稍微清一下，让它干净一点点。好，看一下整体颜色状况啊。好，那我们再回来继续。好，红色呢？加一点在这里，这样看起来它蛋比较好吃，对不对？比较营养的感觉。有时候我会把它点一点哦，让它有一点点不用那么平面的感觉哦，不会是全部颜色都好像都在同一个色层上面，稍微把它这样子点一点。好，那在这里还是最亮的哦，这里。好，那我们拿起来看一下哦。好，这边这样大致上差不多，大致上差不多。那我们来做这个光泽，光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左上方的光线进来的那个地方。那虽然说我们左上方已经有留白了，但是那个光泽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些处理的哦，才能够看得到它那个颜色。很新鲜的蛋是不是？好，OK。
好，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用这种细致的橡皮擦，我先橡皮擦在这里擦出来一些光泽感。听一下，好，我们先做到这里哦。棉花棒是不是？棉花棒你要做在哪里？你的棉花棒想要用在哪里？你说画蛋吗？画蛋黄吗？然后把这个粉把它处理一下哈。好，一心吗？一心。的棉花棒，你是想要在什么样的方式下用它？好，我们的蛋哦，蛋黄画好了，上色哦，上色，诶，可以，可是要看看你要怎么样使用它。好，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很小，你需要棉花棒来进行也没有问题哦，哈，不一定说一定只能用手指头或是用化妆棉或用什么。你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工具对你来说是方便好用的，你都可以用它。哦，有些比较小的地方比较细致，这样其实你可以用化妆棉去慢慢稍微推它一下，哦，都是可以的哦，也不是不行哦，哦，就看你怎么样想要去做效果哦。好，这个蛋画好之后呢，我们先做到这边，那我们来画那个蛋白哦，最后我们再来看整体的感觉，再来做细部的调整。好，蛋白。看一下，我这张原始作品的那个蛋白的感觉其实是有点带灰色、蓝色、蓝灰色，就是比较自由一点的啦。OK，好，那我有一点点就是画圈的感觉，哦，就像我们煎那个蛋有没有？它会有一些皱褶嘛，它不会是一个平的。好，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先选一点。比较浅一点的这种颜色，这几只，哦，这个有点带蓝，其他其实就是灰色、深灰。哎，颜色再看一次，这种感觉的颜色啊。哦好，我们慢慢上色哦，因为这个颜色比较明显。你稍微在它的周边打上一圈。好，那这边你要它的层次，你可以去安排它哦。越深的颜色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要稍微小心一点点哦，因为它一下去颜色就会非常明显，哦，所以我们就少少的、慢慢的去画它。好，
我们把这个几个层次这里稍微画一下出来。现在看起来是很明显的，对不对？好，因为我要先让颜色上上去，那等一下我会再来处理它。好，一样我们把纸板打开看一下，我看现在的颜色。好 ，OK。好，那我们处理它的时候，我们会用那个软橡皮。好，这个大家如果常在画粉彩的朋友啊，或是素描都会用到，对不对？好，我们稍微把这个中间连接的部分，我们做一点点擦白的动作。或者是你觉得你这边颜色太深的、太明显的，你可以把它带一点掉。我就画到你喜欢的那个样子就可以。我们的最底色是有一层白嘛，哦。这里把它修一下，带一下。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细致的橡皮擦，对，很小很细的。这里，好，我先这样子哦。目前这样看起来，就是觉得它那个白色不明显，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要先带那个边哦，把边画上去之后，我们再来再做整体的细致的修饰。好，这个边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它的这个有点焦焦，这个边是用那个色铅笔来做进行哦。好，那色铅笔看了就想吃吗？一心，你有买到蛋吗？好，来色铅笔的部分。色铅笔的部分我用了大概这几个颜色，我排一下。好，这几个颜色，好，黄色，然后橘色，咖啡色，黑色。好，我用的是这个最浅的这个黄哦，我把它对焦一下，稍等哦。之前的这个黄呢，我们在用色铅笔的时候，我们要把铅笔稍微削一下，不要太钝，太钝不好画。好，那我们沿着这个边，把这个在这个轮廓先画一圈出来。好，这一圈好像比较有点感觉了哈，好像它比较被看得见哦。刚刚没有画这个边，就觉得好像还没有太大的感觉。好，那这个边呢，它是很细的一圈，对不对？好，这个是底色。那这个底色我们就可以来发挥哦。我的色铅是油性，
好，看一下我们，你看我这边画其实不是很规则的，我都也在延伸进去的哦，才不会那么整齐，就是没有那个它边边少角的感觉。好，那我们继续延伸，我们这边颜色哦，再带一下，那有些地方你可以让它粗一点。你可以找几个你喜欢的位置，粗一点让它进来，好，或是留点白都没关系，留点白中间可以放胶的颜色。好，那甚至等一下可以再画有一些进去的线条，这样感觉比较像一点哦。好，我先都用这个比较浅的黄色来进行。好，比如说我先画了这样子几个，好，那我们继续喽。好，再来我就会用这个稍微黄一点啊，橘一点的，好，橘一点的，一样这个边。这个画这个边的时候就，不用太整齐去画它，因为就是大胆的画它哦。有一些地方可以不用画到，跳一下，好像比较有层次感，不会整个好像都长一样的这个颜色哈、哦。好，那一样有一些地方可以粗一点出去，那有些地方带一下不画它很清楚，有些地方清楚。慢慢去把它这个颜色加深，然后把它这个厚度做出来。这边可以再带，是。有时候我会把它拿开一下，因为我想要看清楚里面的这些线条跟外面的这个接点的厚度大概多少啊？水性做不到，一般来讲配粉彩我会喜欢用油性的，它的效果比较强一点。如果你有水性跟油性的，你可以都拿出来用，然后你可以比较一下它的效果感觉。我刚刚用的是这一支嘛，好，现在再加强它，再升一个橘。如果你怕会画歪掉，你可以把它拿回来，这样画比较有个那个依据哦。那你要看厚度的时候，你再把它拿起来啊。好，一样来加深咯，咖啡色咯。好，咖啡色我会用一个浅咖，一个再深一阶，一个浅的，一个再深一阶。好，好，浅咖先进行。好，这些有些白白地方哦，你也可以让它有一点点颜色进去。那在画的时候，不要直接很硬的去画它，像我们写字那样哦，把这个色铅笔稍微拿斜一点哦。有一点点滑的感觉去划它，不然的话你这样下去就会很明显的这个铅笔痕哦。所以我们把它稍微带一点滑动，好，滑动的时候颜色会比较自然。Hello，小薇你好哦，晚安。颜色会比较自然一些些。好，一样我把这个焦焦的部分要把它画一些。因为焦焦的部分比较好吃哦，有人喜欢吃焦焦的吗？好，这里，
好，这边呢是边缘线哦，我希望它清楚一点，所以我就让它锐利一些。那填颜色进去这里的时候，我就用滑的。好，所以你要看你现在是要它呈现什么效果，你就用什么方式来画它。好，我有点感觉喽。好，越来越深喽，这个蛋越来越焦了，对不对？哈。可以，好，再来的话，这边我们超完成超80%的左右了哦。深色的部分呢，你就可以按照你喜欢的来进行。你喜欢它很焦的，你就把颜色带深一点进去。我喜欢它有一点点黄黄橘橘。然后又有点焦焦的感觉，好，所以我都会把颜色稍微再带一下。那像这个呢，它现在是白色的，我这里也都是，哦，所以我会带一点颜色进来。啊，等一下我会再处理细节。我们也可以画一些出去的地方，那种也不规则的。然后其他就看你喜欢它什么样子，你要再做厚一点可以哦。你们就把这个线条变粗一点的带进来，它就可以有点厚度的感觉。这边胶的地方，你们可以往外延伸啊。这里哈，比如说往外跑去，往外跑一点，这里就厚一点，这里就会厚一点。往外跑，再往外高一点回来。那旁边周边要连接一下，不然就那一段会有点突兀哈，对不对哈？所以我要把它周边要连接回来一点点。把这些细节跑上去一点，然后厚一点下来。好，然后这个蛋的这个刚刚有先下的颜色，对不对？我也可以把它擦白一些些。好，这也是细橡皮。好，所以我刚刚是先做颜色进去，再把它擦白。跟刚刚整块白的颜色不一样，这里带一点点颜色走进去，这里。好，你就是去调整一些小的地方，看你觉得哪里要再加，哪里要再把它擦白一些。好，大致上是这样。到目前有没有问题？大家，你们有跟着画吗？还是你们都在看我画？然后等一下，我们来做这个阴影的部分。艺兴说只有水性的，是不是？水性没关系啦，你就先画画看，哦，也不一定不行哦，也许是 OK 的，你试试看。可能颜色比较淡，
但是试试看这个感觉，有，先，手边有的东西先使用它，都在看，很好吃。我不懂要买什么色笔，粉彩笔吗？不知道买什么粉彩笔吗？慧茹说：“谢谢啊，不客气哦，呵呵，很开心跟你们分享。好，最后呢，还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阴影的部分嘛，哈，阴影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阴影的部分哦，我会把这个蛋啊，把它放回来，把它盖住。”然后呢，我再开始加阴影，这样它我就不会去弄到我的蛋了。好，那一样，我们先慢慢的画，把这个小仔最外围。好，好，把这个蛋的部分压好，好，轻轻的、慢慢的上色，因为这个颜色比较深哦。加一点点，再深一点的。你们的问题可以边打哦，等一下我一起回你们。好，然后再来就是蛋外围的这个阴影。啊，外围这个阴影呢，我一样哦，左上方亮的，右下方暗的，所以我会放在这边这一块。好，那通常找个东西稍微把它压一下。然后把周边这边上上一层。手打小圈，把这个粉末压上去。这一个是比较淡的灰，再上一个低暗一点的。稍微看一下样子，我今天影子稍微上的淡一点了，你们如果想要深一点，你们就继续把颜色加深。那我今天先上这样，因为我想留一点时间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好，然后再来就是看一下整体的颜色细节感觉，有没有想哪边要说一下修改或者是再加色什么的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哦，里面呢刚刚上了一层灰色，对不对？好，灰色、灰蓝色，然后把这个白的部分也要擦一点起来哦，才会让它有点线条感哦，不会是整个是平的。好，那细的橡皮擦也可以用哦，好，细的橡皮擦。好，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蛋的这个周边的颜色有没有需要再加强的，
或是想要做修改的。好，我先今天的蛋先划到这边，这样大家喜欢吗？好，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边留言哦，然后我稍微搜一下我的东西。好，那我把好大家看一下这个蛋，等一下我就会把画面切成我咯。谢谢大家喜欢。Hello，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好，我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哦？哦，分彩笔是不是？粉彩笔，初学者的话，我觉得不用买到很贵的牌子哦。其实有时候只是先确定一下自己对于粉彩的手感哦。所以我觉得不用买到，一定要买很贵的。我的粉彩笔有很多种哦，台湾的、日本的、韩国的、欧洲的，我其实都有。那因为是我教学的关系，所以我必须要试很多个牌子的颜色哦。那其实每个牌子它都有它不同的优缺点。所以我觉得但这个优缺点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会很喜欢这个牌子这样子的效果。那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喜欢清淡一点的效果，或者是比较浓烈的效果，所以没有一定哦。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以大概36色、48色，然后可能是雄狮哦，或者是韩国的牌子哦，中低价位、中价位的就 OK 了哦。气孔哦，你是说我看？诶，气孔的表现，哎，我把镜头关起来。我刚刚在画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把粉末削在旁边，然后用手指头去沾它，然后用点的。用点的的时候呢，那个粉彩它就会有点一点一点的感觉。好，所以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你把粉削在旁边，找一张纸哦，再把手指头去沾那些粉末，少少的，好，然后再去点它，轻轻的点点点点点，它就会有你刚刚想要讲，你问的那个气孔的一点一点那种感觉。你问的是这个吗？艺兴。好，再来慧玲用的，我刚刚用的牌子是很大一盒呢，我把它拿起来。等一下，我用的这个是什么？忘记了。哦，林布兰，我这一盒是林布兰，Rembrandt 吗？我不知道确正确怎么念它，但是中文好像是都翻林布兰。这一盒是120色，然后是 soft 的，是软的。好，这盒是软的。然后这盒的颜色我很喜欢它，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好应用，在我刚好我喜欢画的东西哦，我很喜欢画一些，比如说甜点啊，或者是蛋糕啊，还是什么，其实它的颜色很足。那你们也不一定都要买到这么多色，因为有些都颜色就是靠颜色跟颜色混合起来，哦，它还是可以达得到，所以不一定你一开始就要买这么多，因为买这么多你有时候反而不知道怎么用它，也是很可惜的哦。所以我觉得刚开始可以先买个48色就好了。水性灰驳可以哦，好，那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哈。蛋的模型，我这张作品纸它是水彩纸，这个是水彩纸，所以它有一点点纹路，
一点点纹路，那这个的话就是一般的图画纸，一般的图画纸就可以，或是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有些广告纸比较厚的，你们也可以再拿来用哦。上课要准备什么材料？是不是？上课基本你刚看到的，比如说粉彩笔，然后橡皮擦，好，橡皮擦有很多种，那你可以先准备硬橡皮擦，或者是再多一个这种软橡皮擦都 OK。好，那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课程。那如果是像我的那个有日本证书的那个准指导师的课程，或者是正指导师的课程，那里面有附一些基本的官方的材料，它就有附那个48色的印花粉彩哦，然后那个纸张，还有保护袋、软橡皮保护漆等等哦。那其他的一些像是刀片啊、橡皮擦，这个再自己准备就可以了。好，所以那个准指导师课程、正指导师准指导师的课程是有附一些官方教材的哦。好，那如果你想要再进一步了解，你可以再跟我联系哦。看起来很好吃，饿了，喜欢。简单，但更多不就不会，不会啦。这个基础嘛，对不对？基础，但其实这个基础当中也有很多进阶的技巧。诶，它看起来很就是这样，好像一个蛋，对不对？但其实刚刚我在画的时候，其实也花了蛮多时间，因为它有很多细节跟颜色会需要处理哦。林布兰120色，我那时候买几千块，诶，两三千块的样子吧。你们可以去网络搜寻，然后去找比较便宜的，但是一开始不用买到那么多色啦。它好像有比较少色的。好，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们觉得这个困难的地方在哪边？如果你们要有人跟着画吗？如果就是你们看我在画，或者是你们在画的时候，有觉得哪一个步骤或是方式是呈现的时候，你们觉得有困难？这样看起来好好玩哦，你看，看起来还蛮可爱的，有个样子，无法立体哦，光影困难。对对对，这个立体度跟光影的部分需要练习。蛋白上的印，对，蛋白上的印其实是这里面比较难的哦。没错诶，大家都很有概念哦。对，的确，光影的部分它需要去基本上的掌握哦。那刚刚我有讲哦，就是我们第一个在画的时候，你要先把那个光源的位置定出来，好，光源的位置定出来，方向，然后你后面才能够去跟着画。好，你把这个光源的位置，我们刚刚是放在这边嘛，从上，左上到右下，对不对？好，左上到右下，所以一般来讲，你的右下应该都是要比较深的颜色，比较暗的颜色，这样整体下来才会是比较完整的，好，立体度，边边角角的感觉，对，这个就是你要去颜色去叠它，这个都需要一点时间练习。好，大家在刚开始画的时候，蛋白的颜色可能会是一个这里面比较难一点点的。好，然后边边角角的感觉也是需要一点点那个练习的时间。那我觉得你们刚开始画可以画小一点啊，可以画小一点，然后慢慢的去搭配它，好，然后去配合你自己喜欢的样子。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蛋白上，对哦，没错哦，哈，因为我们要画图的时候，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视觉看下去是比较合乎逻辑的嘛，哦，那当然我们会先定一个光源的位置定出来，你才好画它那个立体度、色泽，你才会比较好去呈现你要的样子，才不会乱掉哦，才不会有时候这边画暗，那边画暗，那等一下。成品出来的时候，其实就看不清楚你的光源位置是哪里。
小线条是因为它的边是细的，小线条是因为它的边是细的。你看，像这个，我拿这幅来讲好了，这幅来讲，好，我把它拿下来，不然会反光。因为我撒亮粉，我把它那我这样看得清楚哈。好，我的暗在这边，这里，对不对？从这边到这边是暗的，哎，这个方向都跟我相反。它这边，这里暗的，好，然后这边是亮的，对不对？这边是亮的。哦，所以你要定出你的光，还有我的金元宝，要有亮的跟暗的，才会一颗一颗跑出来，对，才会一颗一颗跑出来。好，所以我们要给它明暗度，上课跟不上老师进度，你放心，我会在适当的时间停下来等你们啊。然后我会看看你们的目前上色的进度，因为我刚刚画是我自己在画嘛，所以我不需要去停下来，那你们会觉得我画得很快，但是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跟刚刚差不多的模式哦，一样，只是说我会多开一个镜头，上课的时候会有两个镜头，一个是。看得到我，就现在这样子啊。另外一个镜头就是刚刚那个作品的镜头。那上课的时候不会在这个 StreamYard 里面进行，我们会在那个 Google Meet。Google Meet 它比较清晰，画面比较清晰。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在课程上会，很冲突或来不及。对，老师等大家。对对对，我会等大家的哦，大家不用担心。对，我会。等你们，你们就是放轻松画，慢慢画，好，那时间没有关系，我们就把作品好好完成，大家不用着急说啊，我时间是多久多久？其实我都是我们慢慢把作品画完就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们新年有没有去哪里玩啊？还是在家里啊？对，那其实刚开始在画画的学生哦，我们可以慢慢来，循序渐进，好，不用觉得，因为你看到我的作品，会觉得说啊，老师要像老师画成这样子，或是怎么样，其实先不用有这个预设哦，你要画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比较重要，你想要画的作品的主题，你喜欢画的颜色。那个会比较重要哦，所以不用觉得说啊，老师要画的跟老师一模一样。我都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说，我都不希望你们不要画的跟我一样，你们应该要画成你们自己喜欢的样子，自己喜欢的颜色。我做教学的部分只是教你们方法跟方式，好上色的一些技巧。那真正执行的时候，我会希望你透过你们每一个自己呈现出来的样子哦。然后你们喜欢你们自己画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对，这边有很多学员哦，都有跟我上过很久的课程嘛，哦，也有一些是准指导师了，也有一些有正指导师的资格了啊，也有一些会长期在跟着我上课，只要看到喜欢的作品，都会跟我报名上课的同学哦，也很谢谢你们大家今天都来看我直播。好，那大家在上课过程应该都很习惯我的一些随性的风格，跟给大家很自由的那种绘画的空间，哦，所以上课的时候其实是比较不会有太大压力的哦。好，来看看大家做什么，猪脚大餐哦，怎么那么好？对食物的无感哦，对，聚餐。
哦，慧玲说还没上课的时候担心学不会，上课后会很有成就感。对啊，而且慧玲其实画得很，我觉得很细致诶，她刚开始都会比较担心，怕自己会是不是会表现不好。其实她后面画得越来越顺，上课的时候我就感觉她比较放松，然后就慢慢的，我觉得她又比较能够画出自己想要的感觉，对吗，慧玲？慧玲也是准指导师喽，对，还有琪雅，琪雅没错哈，上课氛围很轻松，我们还会聊天讲笑话，对不对？还有你的女儿在旁边，多可爱啊，多棒！对，我们上了之前上线上课嘛，而且线上课因为我自己也有小孩，然后所以我可以很理解，就是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小孩会想要在旁边说：“妈妈，你在做什么呀？什么什么？”所以有些学员在上课上到一半，旁边会有小朋友跑进来，我都已经非常习惯了。哦，原来慧玲的压力是之前的美术老师。诶，真的很多很多我的学生哦，就是成人哦，成人的学生都有跟我讲过，说他们从小因为那个，就是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可能。受到一些不好的评价，或者是被否定的感觉哦，然后就会烙印在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心灵上面哦，然后一直可能会影响到他们长大，一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哦。那个时候我都会跟学员讲说，那个是小时候的过去，那个时候并没有不好，只是那个时候的呈现，可能老师没有办法去欣赏到你的美。那你不用因为他的评价哦，去影响到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评价，因为美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嘛。有人觉得这个绿色漂亮，有人觉得蓝色漂亮，那有一定的先后顺序吗？有一定是蓝色第一名吗？或是绿色第一名，并没有嘛，所以我们就画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去喜欢他，也喜欢自己，然后从画画中可以得到平静的心情的感觉呀，或是得到疗愈啊，或者是你觉得啊，我自己好棒哦，怎么这张作品这么漂亮，这样子啊，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你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哈、哦。Sweet Pen，谢谢老师，不客气哦。哎，也欢迎大家可以把那个蛋哦画出来好吗？明天礼拜天嘛，对不对？明天礼拜天大家可以抽空，然后把那个这张蛋把它画出来，然后也可以跟我分享，好不好？对，慧玲的证书应该下个月。我昨天收到矽谷老师的信，他已经发到1月的学生了，所以你的证书应该是下个月会收到。那矽谷老师告诉我，通知我的时候，我会马上通知慧玲。好，梦纯说老师很会引导，谢谢。对啊，其实色铅笔就是颜色的东西，其实都会很吸引我啦。但对每个人的那个感觉都不同哦，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作的媒材，我自己非常喜欢。没错哦，粉彩疗愈。琪雅，你画好了，那你等一下可以传给我看吗？还是你等一下可以贴在粉专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可以贴在我这一则直播的留言下面。所以传分有空练习一下，不客气哦。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哦。如果你们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再问我的哦，你们可以。写在那个我的私讯里面啊，或者是留言在那个脸书的这则的影片下面啊，我有空我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赶快回复大家。好，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创作分享喽。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喽。大家晚安，那记得可以帮我分享影片，帮我按个赞。我真的很多新同学耶，太好了，很高兴看到你们。不客气，很期待你们的作品哦。
好，我以后会多直播，好不好？把这个 StreamYard 再研究清楚一点。分享，谢谢，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大家晚安，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拜拜拜拜。